真有本事，把事情做得神不知鬼不觉。我敬你一杯。哎呀，谢谢老板，谢谢老板。于杰啊，现在看来不是你没有能力，而是你不够用心。等把这次任务完成以后，我一定在上司面前保举你，我保证让你的后半生吃喝无忧。哎呀，谢谢魏老板的提拔了，谢谢谢谢。问题是那个姓雷的警察到底死没死啊？哎，雷老板，吃药吧。我不吃了。药总得吃啊，我还吃什么药啊？天浩都这样了，我不吃了，我不吃，我不吃，我要去找他。雷大妈，您看，您又寻死觅活的了，您别这样，天浩不是还在抢救吗？抢救？抢救有什么用啊？我去开门。哎，陈队长。哎，雷大妈情绪怎么样？哎呀，雷大妈，陈队长，陈队长，凶手抓到了吗？啊，雷大妈，你放心，我们一定会尽快抓到凶手的。陈队长，如果凶手抓不到，我死也不瞑目。你们也知道，天浩三岁的时候他爸爸就死了，是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的，我不容易，我不能没有他，他是我的命根子。可谁曾想，这一夜之间，我一生的希望，我一生的心血都没了，没了呀。雷大妈，你别激动，你冷静点。其实我们跟您一样难过，天浩就像我亲弟弟一样。我已经集中刑警队全部的力量，一定会争取尽快破案的。啊，好，我相信你，我相信你。大妈，你得养好身体啊。我跟天浩是好哥们儿，您要是这样，我都没办法跟天浩交代啊。明光他说的对，您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保重身体。我给你保证，第一，天浩他肯定会好起来的；第二，我一定会将凶手绳之以法。问题是，那个姓雷的死没死？魏老板，我已经去过那个医院了。我有个朋友啊，正好在那个医院当医生，他跟我说，那个姓雷的现在还没有过危险期呢，随时都有可能死亡。哼，就算他命大死不了，也有可能处于昏迷状态，就是咱们说的植物人。这就好，如果他不死的话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哎，那个抢来的车是怎么处置的？那个呀，就是他们的事了，看看哪个倒霉蛋把这车买回去，替咱们背这个黑锅。好。
好，来。司命官，这些天你没少照顾雷大妈，谢谢你啊。这算什么？你跟天浩也很熟了，对于他的案子，你怎么想？陈队长，你这么一说啊，我真想起来一个事儿。什么事？十天前吧，悠悠跟我说，他觉得有人跟踪天浩。 好像想害他，后来天浩还跟他开玩笑的说，如果他出了什么意外的话，还帮着他照顾妈妈。后来悠悠也没再提这事儿，我也忘了。没想到天浩现在变成这样。队长，孟非把录像取回来了，你看，这就是12号晚上1点到凌晨3点的监控录像。调取了几个摄像头？3个。 这3个摄像头正好覆盖这条街的全貌。丁丁，你仔细的看一下录像，看看能不能找到可疑的人。好。陈队，孙明光昨天晚上讲的那些话，你看啊，他说悠悠自己说他交了一个警察朋友，就是怕他跑了，整天疑神疑鬼的。这句，还有这句。 可我也无能为力，只能多照顾照顾雷大妈。陈队，孙明光讲的话要是真的，那谋害天浩的人，有可能是早有预谋的。我觉得，就是胡振海故意让悠悠去接近天浩的，要不然他能像天浩展开那么猛烈的爱情攻势，而且还是主动送上门的。悠悠在东亚大酒店工作，这更说明有可能是胡振海派他来与雷警官接触的。 胡振海知道我们在查他，会不会让悠悠？陈队，现在还不能下这个结论吧？有悠悠的消息吗？还没有。干嘛？干嘛？今天我除了来看你之外，还想问你点事儿。 说吧，是关于天浩和他女朋友的事儿。你是说过悠悠？哎呀，如果天浩真的没了，还真有点对不起人家姑娘了。干嘛？你觉得悠悠这个人怎么样？哎呀，也说不上是好是坏，他就是特别喜欢天浩，追的也挺紧的。 一开始啊，我也不同意他们。可是现在的年轻人，人都这样了，咱别说了好吗？别说了，别说了。干嘛？现在我们要多掌握一些关于这个案子的线索，想了解郭悠悠。你再想想，还能想起什么吗？我听别人说呀，郭悠悠是孙明光的女朋友。 可是你说，干嘛？你说孙明光是悠悠的男朋友，那天浩和悠悠？哎呀，我问过天浩了。可是天浩说他们是在工作中认识的。对，那天浩跟悠悠在工作中认识是不假，但后来他们怎么发展的，连我都不太清楚。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天浩回来。 来了吗？妈，还没睡呢。睡什么呀？哎，你每天回来这么晚，有多少案子要破呀？哎呀，妈，现在的案子一个接一个，查也查不完呢。哼。我问你，郭悠悠是孙明光的女朋友，你知不知道？妈。 你听谁说的？郭悠悠是孙明光女朋友的？这还用听谁说吗？啊，这孙明光是咱们的老邻居，这满大街上人都知道，怎么就你不知道啊？他是咱们老邻居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怎么不管你的事儿？啊，这孙明光在追郭悠悠，对不对？人家都这么说呀，你说你这你，不是妈，问题是郭悠悠也没有答应孙明光啊，那也不能碰。
不老封建吗？什么老封建呢？我问你，你们昨晚是不是看电影去了？对啊，我跟他一起去看电影。哎呀，天浩啊，人家郭悠悠是孙明光的女朋友，你干嘛插一脚啊你啊？妈，我跟你说了，她不是他女朋友。得了得了，我是跟你说不明白了。得了，哎呀，我这不是妈，我跟你说妈，这件事儿是你的错。又是我的错。你儿子什么时候在你面前撒过谎？那我得要听听，你给我说清楚了。你老妈活了大半辈子了，还从来没教过你去抢别人的女朋友。妈，抢？用抢多难听啊！你儿子还用抢吗？这什么呀？我跟你说，妈，这就是秃子头上的跳蚤，明摆着呢。如果现在孙明光和你儿子站在一起，你说郭悠悠会选我，还是会选孙明光？不怎么样。怎么就不怎么样？靠不住。他怎么就靠不住呢？他是以貌取人呐。你想啊，今天看你帅，他明天看别的男人帅，那他还不把你甩了，找别的男人去了？妈，得得得，我告诉你，到时候啊，你哭鼻子吧。行了，妈，你真当你儿子是绣花枕头一包草啊？我跟你说，妈，这件事真就怪你了。你怎么又怪我呀？你看，妈，从小你怎么教育我的？你说做人要善良，做人要正直，要有长尊之分。你儿子做没做到？做到了吧？所以成就了你现在这个儿子呀，所以郭悠悠就会喜欢我呀。现在郭悠悠说了，非你儿子不嫁，你说怎么办？哟，天浩就是这样。就像个孩子似的。干妈，其实我们都一样，在父母面前我们都是孩子。其实天浩他在工作当中很干练，很成熟的。所以啊，我默认了。可是你说他们才认识几天呢，那个郭悠悠就提出要结婚，你说我能答应吗？我不能答应啊。这年轻人我真是不理解，不过说心里话，我真想抱孙子，我真的想抱个孙子。干妈，那天浩和悠悠好了，孙明光就这么罢休了吗？哎呀，一说这事儿啊，我心里到现在还害怕呢。为这事儿我还找过你们队长，可是你们队长忙，我就把这事儿啊给放下了。小博儿啊，这人的命啊，就像一棵小草一样，天命难违呀。你说，我本来指望让他为我养老送终，为我们雷家传宗接代，你说他就这样的没了，你说我怎么办？你说怎么办？没了，就这么没了。干妈，医生说天浩还是有希望的。希望在哪儿啊？干妈，还有我呢，我们都是你的干儿子。干妈，这个是我们队里的一点心意，你拿着。不，这个我不能要。干妈，你得拿。我不能要。干妈，你拿着。干妈，好，我谢谢了，我替天浩谢谢你们，我谢谢了，谢谢。千万别这么说，
顾总，怎么了？有心事儿啊？哎，这两天呢，我一闭上眼睛，这脑子里呀，全是雷警官的画面。我呀，想去医院看看他。胡总，是不是那天雷警官让你？其实啊，我对雷警官的印象非常好，他是个直率的小伙子。金兰呐，你说是谁这么大胆子，敢对雷警官下这样的毒手呢？喂，秋菊啊，胡振海，好，我会安排的，再见。陈队，胡振海怎么了？他想去医院见天浩。这不是黄鼠狼给鸡拜年吗？是心虚，是打探案情吧？好了，别瞎猜。陈队，哎，雷大妈提供了什么情况？雷大妈说，一直以来孙明光都在追悠悠，但是天浩出现以后，悠悠就开始追天浩，所以有些事情我们都不太清楚。是啊，我一直忙着办案子，没有关心到天浩生活上的变化。我一直以为天浩就是个粗人，没想到心里还挺能放住事儿的。对了，陈队，雷大妈还说了一个重要的情况。那天，你干嘛呀？你干嘛呀？吃饭就急成这样啊！孙明光，你干什么呢？我告诉你，你迟到擅闯民宅，我可以抓你，知道吗？顾悠悠，你别以为你跑到警察家里，我就不敢动你。哎哎哎，明光，你有话好好说，你干嘛呀？动刀动枪的啊！来来来，给我，快！大妈，这事你别管，这是我和郭悠悠的事儿，今天我必须讨个说法。讨什么说法呀？给我。妈，你别管他。你把话说完。孙明光，你有话好好说，你把刀先放下。好好说，能好好说吗？我知道，这些年来。你一直对我很好，从小到大，你一直对我都关心和照顾。可是我从来都把你当哥哥看，你到底明不明白呀？郭悠悠，孙明光，别在我妈面前拿刀耍。进去说，进去说。你们，我好担心你。郭悠悠，你们俩别在我面前卿卿我我的。对你好了这么多年，今天你必须给我说清楚。孙明光，我今天就把这些年你对我的好一次性全还给你。你不是要砍我吗？好啊，你砍啊，砍呀！我啊，孙明光，你还是不是个男人？如果你真心爱悠悠的话，你真心看他受伤吗？雷天浩，你有没有为我想想？好了这么多年，你现在这样，什么意思？我从来都没爱过你，你到底明不明白呀？孙明光，感情是可以勉强的吗？你以为你用刀就能换来悠悠的爱情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雷天浩死了，悠悠依然会爱我。这叫什么？这就叫爱情。你说完了吗？说完了。我，哎，你干什么呀你啊？闹够了吧？出去吃饭。啊，对对对，快走吧。啊，才事儿吗？吃饭。哦。当时雷大妈被吓得够呛。这个孙明光去天浩家找什么事儿啊？又不关天浩的关系。后来孙明光还有去找过麻烦吗？雷大妈说，孙明光一个人又开出租车又开小饭馆，虽然平常爱吹吹牛，但是人的心地还是不错的。那来了，这是名酒，这么多年我也没舍得喝。今天呢，你们哥俩把它喝了。妈，你放心吧，先去休息吧。好，喝吧。明光，你比我大，我叫你一声哥。
悠悠现在是我女朋友了，将来就是你弟妹，我敬你一杯。来，干了。你好，我有点事儿想问问你。你问吧。悠悠。嗯。你跟天浩不会是玩玩吧？你真的爱他吗？真的？真的。我第一次在学校见到他，就喜欢他了。我尊重你的意见。天浩比我强，跟他在一起值。天浩，我在这住这些年，雷大妈没少帮我，我懂得情义二字。我祝福你们。柠檬哥，谢谢你的大度。就这些吗？对，我调查的就这些。我是怕你着急，所以就先回来了。喂？什么？我知道了。队长，医院打电话来说，天浩已经度过危险期了，他的命保住了。太好了，这样我们大家都放心了。可是医生还说，天浩的命虽然保住了，但是他还是处于严重的昏迷状态。哪天我要是抓到这个歹徒，非枪崩了他不可。哎，小波，嗯，你安排一下胡振海去见天浩。你是不是想看看胡振海看到天浩以后的反应？秋菊说了，我们的头等大事就是要侦破天浩的案子。快去吧。明白。胡总，不好意思，让两位久等了。没关系。陈队长怎么没来啊？陈队一直在破天浩这个案子，所以让我先过来。嗯，是啊，这个案子一定要破。你说是什么人胆子这么大，敢打人民警察？徐警官，我们可以去看看雷警官吗？胡总下午还有别的事儿。两位跟我来。要是醒着，该多好啊！我真后悔，那天不应该跟你吵嘴呀。其实啊，你在我心里一直是个好警察，好孩子。胡总，两位请回吧。谢谢你们了，谢谢你们保住了天浩的命，谢谢了。雷大妈，你不要再难过了，您现在最重要的是保持好身体，等着天浩回来啊。好，大妈，谢谢你们了。呀，快快进来，雷大妈，哎，我。陈队长，我来看看雷大妈。大妈，我给您买了一些您爱吃的东西。你看你，谢谢了啊，谢谢。没事，大妈，浩浩伤了，以后我就是您的儿子。
对对对，你就是我的儿子。哎，这些天怎么一直没见到郭悠悠啊？爸妈，本来我不想跟您说，但是浩浩受伤，跟他有关系。怎么回事？要不是他为了打牌，浩浩早就回来了，根本不会出事儿。你是说，郭悠悠害的他？啊？也不能这么说。按常理来讲吧，悠悠不会这样。可是自从浩浩受伤以后，他就失踪了。别说了，我知道了，一定是郭悠悠有了别的男人，对不对？这古语说得好，如果女人有了外遇，就会谋害亲夫的。陈队长，你说是不是？一定是他害了的。雷大妈，你别激动，现在没有确凿证据，我们不能下这个结论。你放心，我一定会查出真凶的。陈队长说的对，大妈，你放心。陈队长，抓凶手用得着我孙明光，跟我说一声。请进。哎，你好，金总监。啊，你们好，你们好。你们是来了解郭悠悠的情况的吧？嗯。郭悠悠的情况我并不是很了解，因为他是我们这儿的实习生，他的档案并不在这儿，而且不是我们人事部正常招聘进来的。那他是怎么进的酒店？哦，他好像是一个朋友介绍来的吧？是谁啊？哦，是于总介绍来的。于杰。对。金总监，我们想找郭悠悠平常工作中关系比较好的同事了解一下情况，你看方不方便？啊，好吧，跟我来。麻烦。呀，请。金总监，真是麻烦你。没关系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哟，这不是徐警官吗？大驾光临，有何贵干啊？于副总，我们今天过来是想了解一些事情。哦，什么事儿啊？就是那个实习生。郭悠悠，哎呀，这又是出什么案子了？李副总，我们想了解一些关于他的情况。哦，对了，你现在有时间吗？能不能耽误你几分钟？没问题，请讲。是这样，我们听说是您介绍郭悠悠到这儿来当实习生的，是吗？这个，金兰，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大概有一个月之前了吧。哦，一个月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她是我一个朋友的妹妹。我呢，也就是顺便帮了一下忙。朋友？什么朋友啊？他哥哥呢，是个修车的。平时我的车有什么问题啊，都是他帮着处理的。陈队，情况怎么样？除了孙明光以外，当天晚上在小江家打牌的人全都指证，确实是天浩把悠悠给接走的，车是他哥哥给悠悠买的。而且我们已经证实，那天在案发现场发现的那枚胸针，正是郭悠悠的。天浩出事以后，悠悠去向不明，手机也关机，确实有非常大的可疑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个悠悠是于杰介绍到酒店去工作的。于杰怎么会认识郭悠悠呢？悠悠的哥哥曾经为于杰修过车，所以于杰就做了个顺水人情。郭晃？对，就是孙明光工作的那个工厂，在那修车的郭师傅。队长，你这白天上班，晚上又拉活，挺充实的。啊，是瞎忙呗。嗯，找我有事儿啊？啊，郭师傅在吗？悠悠他哥啊？嗯，辞职了。辞职了？对啊。你知道他家在哪儿吗？知道，我给你写下来吧。队长，雷大妈怎么样？我昨天没时间，来不及看呢。她很好，你放心吧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再见啊。
啊，陈队，就是这。敲门吧。请你们别再打扰我了，我不在家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不想跟你们合作。别再打扰我了，赶紧开门。我们是郭师傅，我们是悠悠的朋友啊，你误会了，开门吧。哎，你们不是警察吗？记性不错。找我有什么事吗？郭师傅，我们能进去聊吗？进来吧。我还以为啊，你们是找我谈合作的事儿。郭师傅，你说他们要找你谈什么合作？这个，我就……哎，对了，你们找我到底什么事儿啊？还说是悠悠的朋友。我们是来找悠悠的。他不在家，那你们先，我忙着呢。郭师傅，不会耽误你太多时间的。你能告诉我悠悠去哪儿了吗？我不知道。他什么时候回来你知道吗？我不知道。你是他哥，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？你知道今年悠悠多大了吗？他已经26、27了，他有他的自由。他，郭师傅，是这样的，我们有个案件想请他协助调查，而且我们发现他已经辞职了，电话也关机，现在家里也没有人，我们很担心他。哎，我是他哥，我能不着急吗？其实啊，他去我爸妈那儿。你爸妈？他们住在哪儿？威海，他去那儿度假了。对了，他还给我留了一张字条，你们跟我来看看吧。这个就是他房间，他走的时候啊，给我留了张字条，你看。女孩子房间就是干净啊。是。我和我妹妹是一种新型的兄妹关系，谁也不干涉谁的自由。对，郭师傅，这照片我能看一下吗？啊，可以啊，随便。我那边还有点事情，你们先看着啊。嗯，好。小波，你再看看。恨你，恨你雷天浩，会不会是因爱生恨？我想这几个字，我们能找到破案的线索。回队里再说吧。嗯。根据我们现在掌握的证据，凶手就是郭悠悠。这么肯定？那作案动机是什么？他在场的证据以及现在在逃的行为，就可以证明这一点。那郭悠悠写的“雷天浩恨你，恨你雷天浩”，这是什么意思？陈队，我是这么想的：他们俩是一对情侣，结果感情出现问题，因爱生恨，造成这种结果有两种可能。小波，还一套一套的。第一，天浩可能会移情别恋，我说的只是可能。悠悠接受不了这个事实，所以谋杀了天浩。第二，天浩没有变心，然而悠悠有了新欢，天浩不放手，悠悠为了摆脱天浩，所以才做出那些过激的行为。有点道理，不过我相信在这种爱情中滋长的仇恨力量最大，使人丧失理智，做出那些最为可怕的事来。
老板，是你啊，进来吧。坐吧。魏老板，我来的不是时候吧？我们谈谈工作。哎呀，看您说的，您这么大的老板，有什么事儿啊，尽管吩咐，我们去做。你没听懂我的话吗？哦，您是想找份工作做掩护是吧？那天悠悠带天浩去打牌，表面上看没什么，其实不然。对，悠悠那时注意力不集中，连连出错输了钱。对，当天浩欺骗悠悠说要带他回家，悠悠就下定了决心，在拐角的瞬间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工具，狠命地砸向天浩。演的还挺像那么回事的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啊。天浩受伤以后，抓住悠悠的衣服，结果胸针就掉了下来。悠悠看到这种情况，落荒而逃。天浩因为伤势过重，奄奄一息。这个时候，刚好被孙明光发现，他就把他送到医院进行抢救。陈队，你觉得我分析的有没有道理？挺好的。继续。悠悠知道天浩凶多吉少，所以就逃到了威海。陈队，我们应该连夜赶到威海抓捕悠悠。他虽然在字上说是五天回家，但我觉得那是虚晃一枪，很有可能他直接从威海逃到别处，甚至是偷渡出海。逻辑上是没有错，可是我总觉得事情没有那么简单。我同意丁丁的意见。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遗漏的地方？哦，那我再想想啊。郭师傅，郭师傅，哎，你好。住这的郭师傅是不是出去了？哦，昨天晚上我看到拎那个小包出远门了。去哪儿了？你知道吗？哦，这个平常我们很少说话。哦，谢谢啊。班长，酒店开大恩，今年我们也可参加查体了。这规格提高了，这还得感谢我们班长。不用感谢我，那都是沾国际峰会的光。班长都去啊。明天王师傅值班。王师傅来活了，来了。陈队，现在我满脑子都是关于天浩那个案子的事情。你有什么新的想法了吗？快说呀，别卖关子了。你们想，郭师傅只是一个普通的修车工，但是他和悠悠的生活却非常富裕。郭师傅和于杰表面上说不是很熟，但是悠悠毕竟在东家大酒店工作，所以我觉得他们三个人有一定微妙的关联。什么关联？陈队，今天一早我去找郭师傅，但是他们家里没人，他们邻居说他昨天晚上大包小包的出去了，可能是出远门。你发现什么可疑的事情了？现在还没有明确的证据，但是我认为这个犯罪的动机并不是情杀那么简单。